欢迎关注 YouTube 泡十八频道恰恰。好啦，让我就来问一问，好，问一问，看有没有理解我就讲的言语是吗？哦，好啦，好在问到，问到咩咧？叫俾我翻译咧。2018年的时候，九月三号学，系用翻译以下咯。思考啊，系件啊非常艰辛的工作。你可能就系咩咧？得，就系好少年后啊，去参与。啲原因哦，乜原因啊？打开嚟看下就好。啊，我去拜普水嚟嘅泰马的望中人嚟嘅翻译文章，佢主要佢嘅最我都讲嘅，佢嘅最原本呢，系嘅。真到我去翻译个，爱个咩咧？爱个 proverbs 就要出来位个，看到我笔下出来位个 ，thinking 思考啊，思想啊 ，is the hardest work， 系最艰辛呢工作 ，hard 系艰难，呢个叫 hard， 就很过艰难。佢嚟话叫 hardest， 非常嘅艰难嘅就哦，嘅工作嘅，第一超起硬样样哦，只要我哋去拎东西哦，你冇看到佢好得闲哦，坐坐喺边哦，喐都唔喐哦，哦得闲都望紧要哦，系啊，但系佢思考啊，我哋出去拎东西拎东西嘅时候咧。真系世界上最艰难、最痛苦、最真当嘅烦厌，同埋要唔能够丢弃，一切啊种转落去、转落去，有啲我哋讲转要国家嘛边，系种好艰辛啊、好辛苦、辛苦嘅一种工作。但系喺个要冇思考过，你从来谂都冇谂过。从来都没那么慢的思考的话呢，就像我就归老讲的有句啊，很多疑点，给印度人讲的有句呢，很多白点，我就同人讲的，就会拍词，拍词的，很多比较高尚的讲话啦，以我就客家佬讲呢，就是一个太灵光了，马爱都没有练没有，因为他马爱都没有练嘛，所以他就不去练，因为他不去练嘛，他就练练东西也好简单的嘛，做马爱去练嘛，都怕我咪蚀啦，咪运到是蚀啦，运唔到咪去跳啦，再运唔到去抢啦，再唔得咪拉屎啦。其实根本就唔可以照啦，点到用个变翻成咩酸嚟啦？唔是去练咩嘛？啱冇？你唔去练，你肯定你唔得练，系两面用嘅。好，总结人哋话有几善意啊？咁多虾虫不可以一变啊！一条辣辣嘅虾体，一条虫哦。一等我哋电脑慢线看下学，而且我同佢讲哦，冬天来嘅时候啊，一啲石啊，一啲水啊，就会硬起来，就会冷到你湿翘翘哦。因为佢冇经历过啊，你同佢讲啊，冇用啊嘛，完全冇人用哦。东西唔通菜嘅线看我，后天人家讲啊，一啲节目冇。冇读到嘅，唔晓痛嘅嘛？佢看到人读得落哪里出咯？读到嘅时候咧，佢就明白冇咁多痛咯。
思考也一样，你从来没思考过，你们要思考去买我一生经挖过的经验，其实可以说在错去或者不错了，我就看到你错在于错在他的口德，我就说他的亏台少女的亏台位，两只少脸在那边买都没用，真的错在那边一周错到压都有人错的，如果不够来要买这些东西少女人用，因为他另外的故动就转门就爱背送东西出去拿天胆转来这样来用，在这时候我要卖货，我卖一些货就卖小布了，一包包一鼓励包一麻包拖一麻包拖一卖小布，在茶起来一扣扣变成了那些卖小卖一些油给它煎鸡鸡没用到好多污油啊，啲油啊，夹夹嘛，用反感都射唔落咯，嗬，射都射到多多少少，连我呢度见到啲射反感嘅嗬，所以咁老布轮抹抹抹抹抹，因为布，啊因为再起咧，旧货边嘅要扮双啊，要旧十包、两十包、三十包，啊用布旧落嘢喎，用罗尼再起啦，扮罗尼啊，或者啊四分嘢，啊嗬。因为教他的货品的时候刚刚给他的板就出来去了，我在这段就教他的品质他任看他就拿到一些东西拿到十股一项记得一些 Q 白铃拆开出来不用带去砸完一段段又不会看又不会理，我就拆出来站来订，他就拆地方坐回来两只小脸碗咯，毛里毛多，我要订啲半奶饭哦，订咗成班鸡结种点哦，再出去行爽行落啊啲傻佬病哦，系因为要困得几几毛穿啊，系咪顺底顺底满几几搭几几啊？系咁老细你就好啦，点点乜嘢都唔使做，喐都唔使喐，佢仲系咁样讲啊？你唔知噶啦，我哋用脑嘅人啊，我哋喺度谂住嘢啊，你唔知嗰啲辛苦法噶，点样辛苦你知冇？我又要谂呢盘数要点样出，我要谂呢啲生意要点样嚟，我又要谂啲客仔边个订开咩货，要点样安排安排，点样一大堆。要跟住要边度订嗰啲要翻嚟，又点样去还钱收钱？伙计人工铺租一大扎，系咪？谂到你真系唔知点样样会戆鬼开啊！所以死靠啦，就系难用去 cancel 哦。而看到佢有次买东西都冇喐，成只傻佬啊边行，但系夹嘅头脑啊，在转动又转动。肉啊肉肉啊，真的好吃力，哦好用心，好洗时间的东西，一天来解决的东西，你个解决啦，唔单止解决哦，我要好成功，好圆满的去解决佢，所以我就要用到思考咯，哦，喺讲我哋唔用思考。就阿爸阿妈养嘛，进屋噶。阿爸阿妈又唔会喊，阿爸又难喊，阿妈又难喊。我拿张订坐下底，就订一碗翻来咯。订阿妈做好菜做好翻搬出来咯。就有时啪啪啪啪啪食下去，碗佢就放埋边，就用架烧。我呢啲人啊，就唔时有思考噶咯。真正讲咧，有一日一只阿爸阿妈试一开哦，阿哈，其实唔知道一碗饭啊，系两名来哦。竟然啊，阿爸阿妈去试嘅时候啊，其他嘅年纪又唔小啦，也四五十岁啊，最大汉都到四十几啊，喺嗰时候啊，唔知做啲乜嘢。别黑衣仲黑衣啊！
比罗西楼仲罗西楼啦，哦，东半天人家屋卡，但人家爱传饭啊，啊个人家系乜嘢？系叫佢兄弟姊妹嘅，任何一只，或者一家楼，或者一楼妹妹，或者一楼太妹，但传饭食，但冇相干咯，唔该有冇记啊，冇学到啊。哦，社運可能有一邊人家社啊，人家內心地步啊，冇講出來啊。其實人家一啲東西啊，招到佢冚家產過冇車推啊。你嘅招啊，哇！真係你做開幾多買好事業都不咁轉，人家招你嘅運線啊。你嘅東西係要拉學來咧，因為 Q 幣要跟爛屋梯。要跟爛屋見得行出嚟會啦，暗暗要變一啲有錢佬賣去一幅地，賣去一來起屋發展嚟用嚟用，銀行其實唔會賠償，唔會變我哋辦錢費喎，喺我哋銀行借喎，拍下攞要喎，銀行我哋一間屋多啲錢重新搭過啊，我哋辦嘢嚟會有換只淡薄，換只地方嚟住啊。都用啲使用哦，要求嚟啲，我就讲嘅全三会系冇，补助金嘛嗬。而第一条嘅你咪讲啊，咁你啲唔讲啊事，天起嚟买去，你幅天硬嘅，你阿个屋搭在个地方，你就系哦犯法嘅。我见黑业办喺边咩嘢，喺个咩矮都睇，推嚟嘅业推都推下开哦，哦出嚟用啊。之后暗暗又要啲。建议用回的律师啊，出来帮我就出头咯，律师咯，同我都同佢倾咯，同佢讲理由咯。但系呢个律师都好后生嘅，我冇叫你们讲，我想讲喺个嘅条件变系冇，而家条硬多年咯，唔单止系假楼啦，夹夹埋埋要四十几假年咯，嗬，系就幸存在嘅。佢而家条一阵人招几几啊？佢就衰，只会贴咯。哦，你一阵招嘢机哦，哇！所以有时你谂下看哦，世界已经按先进了，但系几千年都系流传落来嘅招嘢哦，还系有效力，还系用可以使用了嗬。啊，真系唔到五年哦，你就屋主要再将你幅地卖下去哦。见下要卖嗰边另外一集条价，另外一集比较有钱嘅嗬，比较有钱都卖咗起来，时到今日啦，都差唔多成十几年咯，也冇肉痛，包到严严重重轻样样，牙也一切，哦要嚟个烂屋哦，放出嚟会到今日咯，所以铸造，真系要多少抛啊！做咩我要讲思考听听，讲到照住照下去咧？哦，人啊，就头先我哋讲到啲唔去思考嘅人哦，食浪面啊，食浪面嘅一种人哦，下下就贪人家便宜，下下就混人家本钱，去食去侵人家嘅东西咯，所以讲到系咁样。好啦，我翻译就会按用用思考，即系我都靠念东西啊，念东西系件非常艰辛嘅工作嚟哦。你冇看佢坐在去喐都唔喐哦，一头脑转来转去啊，夹嘅路途啊，夹嘅里程啊，行来行去念来念去，爱趟时间，爱趟按样嘅东西。可能你存只铁桥啊，转来一圈咯，系冇？你唔得按床沿咯，你可能就系就因为十几年都好唔想去念，好唔想去念咯，所以就因为你嘅原因啊，艰苦嘛，按辛苦嘅东西念佢做嘛啊，好，所以好少人去参与，就好少人去念你啲东西。啊，佢原因应该就系累位咯，因为佢辛苦啊，嗬，念东西唔善能啊，
哦，唔系好简单嘅东西，我哋讲唔系好享受嘅东西啊，因为佢冇东西享受嘛，所以好多人就唔爱念咯，系嘛？哦 ，thinking 思考，哦，很艰难，所以万人要去念呢。希望爱跟民族冇人去思考的啦，希望爱跟国家冇人去思考的啦，冇讲人言啦，希望爱跟人的家庭成员啦，冇几多个人去思考的话啦，很听爱跟家庭是落后的，是见唔爽人家的。是会变时代淘汰的，是志同道的问题。欢迎关注 YouTube 泡十八频道恰恰，欢迎关注 YouTube 泡十八频道恰恰，欢迎关注 YouTube 泡十八频道恰恰。